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7月8号的股市。Wonderful， 很多人在网络上啊，很喜欢开玩笑，说什么神功无力。无敌大力丸，就是阿德。好，那我今天就送给各位一档神功无敌大力丸。反正你们讲的嘛，那我就送给你们嘛。啊，名声重不重要？不重要，对吧？那个只是一个，怎么讲？就反正我就把股票送给你，然后你参考看看，喜欢你就买，不喜欢就丢掉。就像阿德在讲。我说上个礼拜啊，上个礼拜啊，连续2个礼拜啊，很多人就加入阿德的 QR code， 对不对？然后也打电话进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都在问一件事情，今天证实了，老师你哪会使叫我买股票？那大盘的这大涨呢？那指数要创历史新高？我说对，我不会说服各位大盘不会震荡，那你也不要说服我大盘不会震荡。对吧？我们两个互相尊重。你在看电视，你喜欢阿德，那你也看；不喜欢阿德，那你把阿德的话当做什么？一个参考，参考就好嘛。某一点爱教阿德讲的嘛，没对吧？所以阿德一直跟各位这两个礼拜一直跟各位讲什么？你把高的卖掉，不要怕卖飞啦，不要怕卖高啦，反正你就把它卖掉啦。反正涨上来以后卖掉了，因为老师在起一杯、两杯、三杯，一种股票足强的嘞，卖掉啊，卖掉了。反正下来就是机会，下来就是机会。反正你卖高留低，卖高留低，我讲个2个礼拜、啊。所以很多人打电话进来抗议嘛，也有人支持阿德的，比较少了哈。大部分人说，老师啊，这多头市场那个很飙的，你叫我卖掉，那个机器人你叫我卖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个细光子你叫我卖掉什么意思啊？对不对？那自动化你叫我卖掉什么意思啊？那台积电的概念股、那个设备股你叫我卖掉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是要这股票吗？我说我们两个互相尊重，对不对？阿德的意思无非是要帮助你赚钱，你如果能赚到钱你会感谢阿德，对吧？如果阿德能帮你赚钱，我自己我会觉得，当一个分析师有价值，这做分析师的价值嘛，对吗？所以我要把我的话，我想的，我研究的，我老老实实的告诉各位啊，不然每天在涨停板，每天都在空在涨停板，每天都喊的大小声都在涨停板，每天都在涨停板，那你们都跳进去，结果没有，对不对？老师的涨停板你没有。那有什么意义？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你不如像阿德一样，阿德给你的，我叫你买，买得到，一定买得到。不管是一天两天，反正你愿意买，你就买得到。到今天为止，69%，OK 吧 ？OK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你想想看，罗森今天从涨停板最低跌的快跌停板嘞，快跌停板嘞。你像会有跌停板，一开盘就跌停板。你想卖就卖不掉，所以我叫你卖的时候，我请你卖的时候，哎，轻轻松松，爱卖多少卖多少，哇，太轻松了，随便卖，想卖多少就卖多少，想赚多少就赚多少，反正它创新高嘛，对吧？所以你那个创新高的、创历史新高的、准备创历史新高，你先来卖掉，这阿德一直讲的嘛。好，来我们来看，今天我要啊。那个网络上大家讲的，老师你真的是神功无敌呢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今天就送给各位神功无敌大力丸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很简单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各位好朋友，美国
股市牛气冲天，对吧？你说大盘不是多头，没有人相信呐、啊。投资人很乐观的啦，很乐观的看待这次的美国。他们不看美国总统选举到底在讲什么内容，他们只认为未来要公布的 CPI 还是好的，未来还会降息。他们都这样认定，现在鲍尔要到国会去什么做听证会，对不对？他们认为还是会放歌，还是很好的。所以美国股市，比如说标普，比如说纳斯达克，又刷历史新高，好不好？很棒，非常棒。那我请问各位，你要继续追下去吗？你真的要继续追下去吗？我简单的跟各位讲，你看今天的大盘，今天多少盘？我们随着美国纳斯达克跟什么标普500，对吧？创历史新高，今天最高多少？24000，你看到24000了，快接近25000了，对不对？只要涨一趴就够了，就涨一趴就再一趴就好，再一趴就快接近25000了。所以大盘两万五是不是重点？不是吧？今天涨几点都不重要嘞，我倒比较关心了一点。我希望大盘一天能涨700点或跌700点，为什么？一下子把所有的空间都浓缩完毕，把那个时间通通完全的什么把它盖过去，很简单啊。因为大盘如果大杀，机会就来了。你看今天涨了321点，可是很多人说，哇，那个 OTC 啊跌的稀里哗啦的，哇，足可怜的。今天5500多亿，上市的上涨家数600多家吗？不是，今天上涨230家，跌了635家吼。这样吼，真正你若要卖掉赚的吼，我哪会足厉害呢？对不对？你如果要买到赚钱的股票，还真的不容易呢。是不是今天 OTC 跌一半嘛，对不对？跌一半嘛，今天 OTC 几乎跌嘛，所以跌一半了、啊、我们称为它跌一半嘛。今天下跌的什么482家嘛，上涨的多少才280几家，上市的上涨300多家嘛，下跌的600多家，所以 OTC 跌一半嘛，对吧？那上市的呢、哦、跌一半超过。所以说你这个行情如果真的要赚到钱，你真的要选股，很容易力的选股。所以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阿德一直讲，然后你们都不相信了。我们来看大盘怎么看，其实很简单啊，我们用股票来举例。如果你跟着阿德做，你一定可以拿到这一档股票，对吧？那我跟你讲什么，这次过热了啦，热爆了啦。如果有，赶快跟着阿德卖嘛，对吧？今天7月8号嘛，市价获利出清嘛，管你多强，反正它涨停板你就把它卖嘛，它涨停板你就把它卖啊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怎么样？哇，好棒哦！随便卖随便赚，甘一支。是哦，是哦，好来。所以我要告诉各位，如果现阶段你有那些高档的股票有赚钱的，你一定要赶快卖。就阿德讲的吧，赶快卖。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因为道理很简单，你来看这，你若未惊，你来看；啊，会惊，你唔茫看。真的，你如果会怕的，你不要来看这个。这个纳斯达克创历史新高，对不对？再刷历史新高，连续3天都长红棒，刷历史新高。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它每一次如果那个60日的均线所谓的乖离率只要超过十，它会怎样？它会做一波的整理。好，现在多少？9.47，上一次跌了1000多点，再上一次也跌了1000多点，再上一次它跌了3000多点，接近4000点。你动得掉的，你动得掉的，那你动得掉的时候，安尼无要紧，股票你都卖叮当，
反正你股票反正是多头市场，它怎么震荡你通通不要卖。那你如果跟着阿德一样，那我就劝你那个高的赶快把它卖掉，低的赶快把它买多一点，就是阿德讲的。如果这个你还不大清楚，来我们来举例加权，那你就看得清楚了。这是加权，加权你看加的多少，高九点多，这样我10.88了，今天10.88，今天10.88。那我问各位，他上一次用时间修正的时候修正多少？将近3000点，将近3000点。阿里贝阿内不修正，上一次修正3000几点，你挡会掉未？用老师卖，看会当高8点1000点安尼就好未？会使。他上一次在修正的时候，你挡会掉？哎来呀，老师哎1000几点，你要挡会掉？好来，那如果这一次要修正，要修正多久？如果这一波要修正，要修正多少？多少？唔知，我嘛唔知。我阿德，你哪会唔知？我唔知啊。我如果我知道，我常常讲说，哎、欸，上个礼拜我讲的，现在我没有改变。我是跟你讲，我不会说服你大盘不会震荡哦，你也不用说服我大盘不会震荡哦。我们互相尊重。可是我认为大盘如果要震荡，很简单，你要高的先卖，先卖一趟，对吧？先卖一趟。跌下来的我们买，或者你买低档的，所以你卖高留低，卖高留低很好玩吧，对吧？所以说你都懂嘛。好，来，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为什么要把高的卖掉？来，升阳半高啊，卖掉，把它卖掉，很好玩啊，你就把它卖掉啊。很多人说老师啊，你卖了，它会继续涨，好啊，让它继续涨啊，让它继续涨没关系啊，反正它涨多少，让它涨啊，反正你高，你先把它卖掉啊。你管它要不要涨，哎呦，老是跌呢，哦，好，对吧？所以重点来了、啊，重点阿德一直讲说，跟着阿德你会不会吃亏？不会嘛，因为阿德跟你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，阿德跟你讲的都是事先不会马后炮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全市场像阿德这样的老师多不多？不多。事先预告的多不多？不多啊，大家拢提涨停板来，大家也对不对？所以阿德拢来讲，你先卖。我说哎，他在涨，他每天在跳空涨停的时候没有人敢买，等到他可以买的时候叫你买，没有人敢买，哎，好奇怪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叫你卖，你又觉得说老师你卖错了啦，你卖错了啦，那8374你越卖他越涨是吗？我卖错了吗？我卖错了吗？差一公年嘛，差一公年嘛。如果你卖到131块多，对吧？那你看看今天8374，哦，阿德老师，哈，哎呀，那给他20%呢，给他20%呢，对吧？对吧？所以阿德讲的对不对？对嘛？所以阿德是有没有事先预告？有嘛？公告你拢唔相信，我都一直讲，啊，你就一直打嫌，讲阿德老师，大家拢讲啊，罗生足好诶，你讲叫唔卖，啊，你叫唔卖，啊，你要卖，啊，卖掉要创啊？卖掉卖给啦，对吧？你卖掉就买低的嘛，这个低不低？低嘛，我拿它跟罗生做比较嘛，对吧？罗生第一季赚多少？零，这一次第一季赚多少？将近2块，那全年赚。将近多少？8块，对吧？那罗森多少钱？100多块。啊，他呢？20几块，对吧？所以我告诉你的时候，你觉得怎样？哦，老师，这种的赞，我来买。嗯，老师叫你便宜，买也未啊，未去呢，买也无去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6月28号星期五，哎，啊，我星期一买了，我真的有买哦。啊、老师，你在哪骗？什么90块唔免，80唔免，70唔免，60唔免，50唔免，40唔免，30万唔免，无唔对啦，但是未起。阿德老师，你是唔是打骗？我来讲，其实这股票你要赌到像阿德老师这种的，足少的，因为阿德都是事先告诉你，而且让你买得到。我讲涨停板要买得到才有用啦、啊。涨停板要买得到赚得到才有用啦、啊。涨停板不是开盘涨停板的来。哦，经过2天它就涨停板了，对不对？
然后啊，老师还没有连续涨停板，这个不强啊，震荡呢，你看啦，创新高错波段新高，你马上就整理涨停。哦，老师没坏哦，这个真的不错哦，涨停。哎，老师啊，那可以可以，什么叫可以？阿德打你讲，如果你高的，赶快把它卖掉，买低的。这月线呢？这是月线呢？这不是日线呢？突破拉回要买，突破拉回要买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就跟你讲了吧，这个就是怎样？恭喜来9:59，恭喜老爷夫人翻倍黑马，对不？亮灯涨停，他再度亮灯涨停，所以留低就对了啦，留低的就对了啦。哎，一个月线整理好几年呢，好几年呢。啊，这种股票起一支两支就结束了吗？当然不是啊。所以说我一直告诉各位，我今天要给各位什么？您讲的神功无敌大力丸，为什么要这样说？那您讲的啊，我哪会知道您为什么给这个名字？说我阿德老师，你在讲的股票哪会这里准啊？对啊，真的买得到耶，真的赚得到耶，真的卖掉它真的跌下来呢，真的吗？真的啦。所以我要告诉你啦，比如这支阿德头先也讲过了吧，那三支不算啥，那不够看啦。今天他有没有守住？对，今天刚说嘛无说呢，今天嘛无说呢，今天人个震荡一对人震荡呢，一年赚八块，对不？啊，三四十块，你买买无？我唔知啦，你自己看啦吼，这个无够看，这支较厉害，这支较厉害。我即马7/8送你的，叫做神功无敌大力丸。大家讲，老师，我再问大力好诶，偌好呢？啊，你来提出来，伊落要送阮来，这支你来看卖。这支哦，单什么再加空手，对不对？这支讯什么是不是再加空单？对还是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好，来，唔相信你来看。时间无偌济啦，吼、哦。咱尽量看较紧的啦。我今物带你讲，等于讲你如果有高档的，你把它卖掉；低档的阿德帮你找来便宜低档索马股。龙老师，你打开了吗？你讲对嘛？拉回来要买，我有没有说拉回来要买？用那一天涨上去，差一点就跌下来。我来讲，拉回来要买，因为它是长期大底，二字头人人买得起，对不对？龙老师，我够好你便宜呀、啊！哼啊，拉回我真的有买呢。我真的有买呢，没有涨。老师啊，又不会涨、啊、你每次都要骗我。我说这就多厉害，多厉害啊！涨停板是用来赚，不是用来说的。利点啊，讲哎，哦，有买到啊，有买到啊，有买到涨停板，有买到涨停板，两支涨停板，两支够够，三支涨停板，三支整理一天再涨停板。涨停板够不够？给那个再涨停板！哎呦，老师，安尼有厉害，好棒棒！100万会使赚70万，用无啦，赚69万尔啦，对吧？如果100万赚69万，1000万就是赚690万，好不好赚？应该还不错啦，应该还不错啦。所以讲，我给你的股票，你要不要？那要爱进来哦，那要爱进来提哦，想赚钱的打电话。享受像这种的吼、哦，阿德老师，差点让你惊死！我咧讲20几块，我想讲来你买看卖，买了两天袂叮当，砰砰砰砰砰砰，哦，连续6支跳出来安尼，吼、哦，偌爽嘞！哎，重点你有无？有也无？那无你就讲无，或者唔免排斥。啊，有你就讲有，有你就阿拍扑啊，啊无咧，无来。神功无敌大力丸会不会像这样？会不会像这样？如果像这样，你要不要？用老师，我当然嘛买。迄支阮即个同路嘛知，即摆你要叫我买，我嘛唔敢对。哦，对啦，这我嘛知，但是新的咧，新的咧，100万啊，等于赚60万，200万就赚120万啊呢。所以讲，我来讲叫做神功无敌大力丸。我来讲，这支股票即卖是咧加空单的，这支伫咧加空数，这个无够看。老师啊，你安尼讲，
真的啊，我来你讲，会不会哦？我说会不会哦？我要打问号哦。大内什么？要先做五支。我讲啊，广告加得二啦。我讲了广告加得二啦。如果你想赚的，你就打电话。对，有想要研究的，你嘛敲电话。有想要知影，你嘛敲电话。因为阿德在咧讲股票，我拢事先跟你讲的哈，我从来不打马后炮的哈。啊，哪面马后炮？每个老师都会啦，我不要啦。为什么画的乱七八糟？因为我要跟你讲，因为我有。我来讲，叫你买，你唔买；叫你买，你唔买，惊跌停。叫你买，你唔买啊？叫你卖，你不卖，惊跌停，怎么办？切跌停怎么办？叫你卖，随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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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卖。你不卖，今天开盘跌停板。你要笑阿德，你不要笑我啦。其实阿德要告诉你的，不是阿德多厉害啊，因为告诉你可以买，你就买。好、哦，这是国外讲的，这不是我讲的啦。啊、哦，这是辉达黄先生讲的，这不是我讲的啦。好、哦，你如果相信。对吧？很多人相信，所以他一直飙嘛。嚯、哦，那些公司也未赚钱，啊，你飙飙到百几块，今天你一开盘呀，嘣跌停板，你想卖都卖不掉。阿德上个礼拜才叫你卖，你还在笑阿德？哼，阿德你是白了唔白？哈，哎、啊、呀，你在涨停板叫人家卖股票，哎，今天跌停，你卖不掉。所以我就跟你说，跟着阿德不会吃亏啦。我常常在讲说，涨停板是用来赚的，不是用来说的。嘿啦，涨停板你卖啊卖吼，嘿啦，像今仔日安尼说开盘跌停板，你都无通卖安尼。真的呢，所以阿德跟你讲，一支你卖无？卖啦吼，神功无敌大力丸。有人咧讲，老师啊，我若摕到你的股票，敢袂使看者？当然嘛会使看。啊，要安那买啊？用钱买啊？啊，什么时阵买啊？哈、啊，你打电话礼拜阿德跟你讲，你就打电话。想赚钱的，想赚大钱的，想真正赚钱的，想要买得到赚钱的，你通通打电话，享受赚钱的感觉，好不好？我要进广告了哦，电话赶快拨。现在市场上大家拢在讲阿德真叫厉害，咋知？我就通阿落去啊，唔免你电话卡入来，这支股票就是你的，来打电话进广告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
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回到现场，我要告诉各位啊，其实哦，像今天那个会友哦，一开盘就跌停了，我是没有时间讲了。如果我有时间讲，那种专门在控制那种，我们讲他主力好不好？我们不能讲他主力啊，在控制那种股价那种做法的，很重要的啊，很重要的啦。比如讲啦，因为我伫加点甲恁讲十块好无，讲十块拢无人个意嘛。我逐天跳空涨停，拢你拢买袂到嘛。啊，我连续跳11支，迄阵起120%以上啊呢。然后再开会要给您移，给您送一工两工啊！即摆我也要落来的时候，就开盘跌停。迄种公司足无好呢，迄种公司足歹呢，对不？啊，佫像人个可能个机器人，你来扫地机器人啊，还佮人拼。迄中国干那两间就占80%啊！你要佮人拼什么扫地机器人？唔啊，变高科技点咧，要讲变啊低端咧。来啦，我即马好你诶，就是这神功无敌大力丸，会不会先做五支啊？你来看卖者啦，想赚钱的，想赚大钱的，想要赚钱的，你打电话，享受赚钱的感觉，好不好？打电话，祝各位操作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